勇闯大洋，亮剑深蓝，威龙亮剑，烈字女平天。我驾驶歼二零巡航空天，眼中的万家灯火、祥和安宁，就是我收到最好的新春礼物。守护你们的幸福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兔年春节向全国人民拜年了，我是王海大队大队长杨俊成，我是海军某潜艇基地艇长艾迎春，我是歼二零飞行员蔡伟，我是歼二零飞行员孙腾，我是机械技师王磊，我是航电师李汉清，我是海军山东舰医务中心军士长赵崇迪，我是山东舰安全部门的高岩，我叫赵正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商段助理工程师。祝大家像威龙一样，用满满的战斗力迎接新的一年，事业突飞猛进，身体健健康康，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事事顺心，福寿安康，兔年大吉，工作顺利，前程似锦，皆得所愿。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，阖家安康，首战用我，用我必胜。祝全国人民事事顺心，福寿安康。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，皆得所愿。祝全国人民阖家有伦，新春快乐，工作顺利，单位有我在，祖国请放心。我们一定破例奋发，勇毅前行，长平有我，请祖国放心，请人民放心。